欢迎来到 Mike 公寓的展房，下面由我来带大家参观一下。这间由 Bit Smart Architects 设计的公寓，布置精美，内部设计和外部设计一样豪华，这将是您会喜欢被称为家的地方。在这间宽敞的两房两卫公寓里，设计师考虑到了您生活的一切需要。落地窗可以捕捉到自然光线，可以远眺周围的一切美景。在这间公寓内，您甚至可以看到悉尼城市风景。客厅直接通向阳台，可以完美连接室内外的生活。明亮的客厅完美地放大了空间感，在您结束一天工作后，可以在这里享受舒适而放松的时光。宽敞的设计师厨房配备了包括电磁炉、烤箱、洗碗机在内的最先进厨具。现代简约的台式餐厅，无论您是与家人一起共餐，还是和朋友一起休闲娱乐，实用的设计都可以与房屋的内部空间完美融合。你会发现整个储存空间都足够，甚至还有一个单独的多功能房间，可以充当额外的客房、学习房，甚至可以当作婴儿房。在 Mac 住宅，你可以为自己的新家选择不同的色调。我们这三种色调的灵感源于大自然赋予不同季节的颜色。你可以选择温暖明亮的夏季色调，赋予生命力、颜色丰富的春季色调，也可以选择色彩简洁、设计深沉的冬季色调。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澳洲新诗地产的新项目 Midtown， 欢迎您预约来参观我们的展厅。